你，那好那好，你那好啊，我要给你看啊，你看他，你干嘛都不敢，你不要害羞，你不要害羞，不要用吗？拉妹吗？拉妹啊，拉妹，拉妹啊，拉妹，男生会喜欢吗？啊，还好呢。什么还好？这个是男生吧？男是女生，女生、哦、是很多男生一直在看，想看他的。来，看看还有，嗯嗯，哦，说说，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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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还有很多，还有很多。这是谁？你要看啊，赶快去安静去。对，嗯、这个、哦，嗯，你要看啊，那不用，哎、来，OK 了，对对。Hmm. Matamu bakal lumukso. Grabe. Ini kan tawanya sa picture ni Ivana. My gosh. Lame ah. Nasaan pa ba yung iba? Marami pa yung picture. Lame ah. Zenme ah, 不是 lame. 什么意思? Zenme. Zenme 的意思就是说穿的没有穿的比较 high class 的意思。什么 high class? 那么 sexy 的意思。不要这样子，干嘛好像好无聊？你看 ，Oh my gosh！ 这是什么？美国人啊？菲律宾人啊？菲律宾人，嗯，啊，为什么你不长这样子？为什么你没有长这样子？哎，奇怪耶！哎呦，你都没有礼貌，不敢这样子，这个是。